不能接受残酷现实。
周总理说，周总理派人去劝他，周总理派人去劝他，周总理不舒服，可以叫他去对面吗？周总理派完去劝他，心情不爽，现在就赶我走吗？真不赶，我要取消中国，就叫中方所有的工商活动不会议。 后来，宋庆龄因身体有病，生活困难，靠贱卖古董过日子。秘书向上海市报告详情，上海市楼又向中央反映，中央派人送了碗旧钱，第一次1万元，第二次5万元。宋庆龄交到把钱放到保险柜，直到其去世后，有关部门才发现。 第三个说后悔的人是林彪，林彪是中国所有人上当中的胜仗最多的人。斯大林曾经说，要用15个将军换1个林彪，一辈子被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文革时，林彪为了向毛泽东忠心，和宋庆龄一道，经历了屠杀曹国荣勋。 但林彪内心是痛苦的，如果不站在毛泽东的角度，那就人和表示，所以害人整人。林彪深知自己的结局就会像刘少奇、彭德怀一样，死得很惨。包括周总理在内，做了多少支持毛泽东的反人事件？其实，周、林他们两人的想法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求复杂。 但到了文革中期，曹国荣勋都整改不好，林彪知道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了。林彪说：“我真后悔选择了这条革命的道路，原以为打败了国民党，推翻了蒋家王朝，老百姓就会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并非如此，其实是自己太幼稚、天真了。” 林彪如此聪明的武将，当然知道处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典故。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相互利用，只是时间问题。林彪中的林彪位高权重，毛泽东岂能轻易放过？其结局，林彪是很清楚的。宋庆龄、陈寅恪，林彪的后悔只是代表人物。 他们的后悔在于当年过于轻信了毛泽东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红皮萝卜而已。其实，后读者不止这些。民主人士黄元培与毛泽东畅谈两月，黄元培就提出了：历史具有周期性，其实也国文，其能也昏庸。毛泽东说。 共产党人找到了破解周期率的药方，就是民主和自由。但毛泽东执政后的几十年，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把黄元培的儿子，中国史学者张亮翻译，打成要看。原因就是当年樊万里以1:200多的专家，强烈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黄万里是正确的。 但右派之徒困了他好几年。难道党外民主人士黄元培就不后悔吗？中国并非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是从国民党那边投诚过来的将军。在1953年时，亲口对毛泽东说：“如果50年之后共产党还是讲民主、自由，我们就真正的败国了。”别说50年，5年都没有，毛泽东就开始整人了。
1957年，毛泽东以党内整风上升到反右，全国整了敢于讲真话的所谓右派56万人之多。难道傅作义就不会后悔自己放缓的过早吗？红团六月之一的老舍，满腔热情地支持毛泽东的各种政治运动，写了大量的文章唱赞歌。在民国时，老舍自己也挨整了，才终于如梦初醒，羞愧难当，在太平府自杀了。书呆子老舍终于明白过来，举国批判的那些人，原来是和自己一样的清白之人，老舍就不后悔了。全国的老百姓面对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人人哀伤，处处悲愤，人人自危，家家哀饿，日夜不得安宁。难道就不后悔吗？举国上下的这些后悔之人，一定是后悔自己当年很傻很天真吧。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现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红潮乱象。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时刻在你身边，全球一半成乱源。神韵特别报道，悉尼神韵悉尼爆满落幕，神传文化争取各界。印度爆发新型流感，132人死亡。音乐过后请听详细内容。朝鲜2月12号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在临近朝鲜的大陆吉林省，不少居民有明显的震感。吉林省一些相关部门如边境署、医疗部门都事先做好了防毒防控应急准备。大陆民众对地下核试验会导致地表植物的辐射物含量超标及食物链和空气污染表示愤怒。13号本台采访了有关部门，请听报道。据中国地质网公布，12号10点57分在朝鲜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地震位置在朝鲜核试验场延庆北道吉州郡丰西里，丰西里核试验场距离中国边境线仅有100多公里。但接着报道，朝鲜这次很可能进行了一次发量达6至7千吨的核试验。另有报道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朝鲜这次核爆破可能有2万吨当量，相当当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以朝鲜第一核试点的吉林省安平县二道白河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提前得到通知，要求预防污染、加强就业守卫等。不
我要正好玩一点试试看这个小子。这位空军要防污染了，等一下这个空军县管部和民政局这边发的通知，电话通知的。有关部这边就是根据监控情况，然后他那边这边看有没有什么污染的什么这个东西。民政局这边有没有负责有没有负责的？二道白河镇派出所警察不肯透露有关通知。这个问题吧，你问你局里边，不是你这个问题，我能回答你吗？延边网友称，延边多处地方正在下，而且发现茶阴山等地污泥加剧，晃动明显。龙井开山镇的一位网友说，震感明显，老婆快吓哭了。汶川市居民李达宇说，当时他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到沙发在颤动，电视也在走动，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生地震了，于是开始喊妻子和孩子马上穿衣服下楼，避免发生意外。下楼后发现几名民兵从楼内走出来，大家纷纷打听是否感觉震动。据香港热力环境监测数据，截至13号11:20，中国图们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1124倍，中国长春市核污染超过斯诺核污染最高标准501倍。日本立刻加强对空气辐射的监测，并在上午改为2分钟一次紧急模式。俄罗斯提前撤离了和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100公里内的居民，核事后远东200多个监测站密切监控辐射。联合指出，核事后大陆政府未采取任何监测措施检测结果。中俄两国在面对本国国民的生命安全威胁方面，谁是负责任的大国，一目了然。网友表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公布核污染数据，立刻采取措施保护国人生命安全，呼吁东北、华北中国人起来抗议核污染、核侵害。网友表示，不正常的第三炮哪天在北京、天津扔个核弹也完全是正常的，中南部驻军就是不满身肿瘤也一路呼吸。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前期采访报道。挥泪告别微博一天后，学习粉丝团12号又重返微博，并在回应网友时说，博主没有摊上事。观察人士分析，学习粉丝团的这一举动很可能是政府操控后的结果。请听记者韩飞采访报道。最近那天我开心的来了，今天我伤痛的走了。挥之不去的红颜，人生孤独的是煎熬，哭了痛了也要坚强一回。1月11号，学习粉丝团宣告离开微博。然而1月22号下午，学习粉丝团又宣告回归。对家和为兴，对友和为贵，对国和为天，大家携我继续走。学习粉丝团的这一举动立刻引发朋友们的猜测。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说，学习粉丝团在建立之初是否有政府参与很难说，但是博主周一宣布关闭微博，周二又继续在微博上留言的做法，很有可能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结果。习近平刚刚上位，他当然想要在民众面前要显示自己的开明的形象。如果一个小民开设的话，对他比较有善意的微博都没有生存空间，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闭的话，习近平的这个正面形象必然要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呢，这个微博持续开播哈，不断的报道习近平的一些近况，这个必然会拉近习近平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开设微博呢，对于习近平来讲只有好处，当然中共的网警呢一定会密切注视这个微博动向，微博发布的这一切细节也必然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今年2月以来，因近距离发布习近平出访行踪和习近平的照片，学习粉丝团迅速成为知名博主。目前他的粉丝已经达到83万余人，他的真实身份也备受外界关注。美联社9号报道称，学习粉丝团博主本名叫张宏明，是一名四川的辍学大学生，目前靠打工为生，并非拥有人们猜测的特殊身份。张某则自称没有后台，整个微博由他一人负责，完全是个人行为。不过他的话令不少网友半信半疑。资深媒体人高瑜认为，大家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张某的身份的确令人琢磨不定。他到底是仅仅是身边的人，还真是一个辍学的一改？身份的确大家都在好奇，这个好奇又不是那个没有道理的那种怀疑。现在中国的领导人
人的保安呢，那简直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而且也是保安呢取得非常多的经验的。像这样的人能够近距离的来接触，在新浪微博发这么多的东西，我相信你不太会是一个坑的。中国十三亿多人，也只有他一个呢，这一个呢就是不普通的。张瑜和林子旭都认为，无论学习粉丝团是否有官方背景，他们在微博持续不断的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最新消息，还是有一定的集体意义的。高瑜说，当然你能够及时的报道领导人的，也是近距离采访到的信息，对现在领导人那种神秘化进行的完全，最后都是要由新华社来发，这是一个进步。不管他是奉命的，还是他个人有这种本事机遇，或者是有这种条件，我觉得还都是好事。你仔细说，这样中国高层领导在民间的新闻就显得不是那么神秘了。民众啊，公开讨论中国领导人这个空间就会慢慢的变大。当然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上升到正面经济了，但是一旦抛的人多了之后，形成一种民众的力量的时候呢，一些有关领导人的真实的声音就必然会被广泛的传播开来。当然中共也能意识到这些，但中共也是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个民间环境里头，中共这个一味的封杀围堵只能带来更坏的结果。中共自己明白这一切的早晚都会变，他们要能做就想办法突然适应。希望是生活之外，国内记者韩飞采访报道。在中共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面临审判之际，媒体披露中共八大元老的国二代与薄熙来有染，另外就更加关注国案的走向。请您报道。自去年底，美国彭博社的长篇报道，毛泽东继承人、首金军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披露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孙垄断夺取中国经济，积累惊人家族财富的部分内幕后，近日又有海外媒体报道，八大家族中的王震家族与薄一波家族关系甚好。王震之子、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在王立军事件后，积极为薄熙来奔走，并向中共高层施压，要求所谓正式处理薄熙来问题。另有消息称，三大太子党刘源、王军和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涉卷入薄熙来事件。继承薄熙来的太子党还有陈英之子陈元，薄熙来倒台前，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的陈元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公开注入资金。2010年，这次重庆二环八设项目建设的积累承诺贷款达506.83亿元。专家认为，重庆从国开银行获得的支持力度是其他省级政府都不可能获得的。时政评论家林子旭表示，习近平在中共体制内处理国案的话，不可能打到这些大老虎。在处理薄熙来的时候，会不会触及到这八大家族的利益呢？我想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基础啊，就是这些以太子党家族为代表的中共利益集团的这种支持。如果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那就等于是触动了中共的根本。这些人他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习近平想要严办薄熙来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更不要说是触动这最后啊八大家族的这个利益了。现在中共体制内哈，正是习近平再大的本事，最后也只能是一事无成。时政评论家、中国事务总编武鹏认为，当局的法国反腐是为了保住中共政权，所以不会去真正处理薄熙来更大的罪行，最后更多当权者的腐败和刑事罪行也不会去触及。他们真的是一个矛盾的，中共的正反，看到他们的一个王法，都是反到底也是王法。整个东方呢，一个都搞不了，不要太多了。那既然要打服，打的目的是要把影响到习近平掌权的那部分要把它隔离掉。并且呢，薄熙来跟八大家族有关的也要隔离掉。这是不可能啊，不能玩这个战略。即使你打薄熙来，就要影响到更大的，因为影响更大，整个共产党政权都瓦解了，就算是七杀九灭了。反正这个目的是要保共产党，不是要消灭共产党。原安徽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曾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薄熙来和周永康一伙的政治阴谋，与他们欠下无数百姓性命，尤其是活该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今天罪行，会导致中共直接垮台，这也是当局至今死命掩盖的原因。这方面肯定是没有啊，像这种事他肯定不会生气，因为这种事一旦生气的话，那就不是薄熙来个人的问题了，它是个体制性的问题啊，这不把能不能靠薄熙来确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志解放办事决定的，这个国家没有公正，法律比国家依法律里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三公公正。据彭博社报道，103个中共太子党中，至少有26人掌控大型国有企业，操纵着中国经济命脉。
是王军成员和邓小平女婿贺平这三人轮到运营的公司。2011年的总市值就为1.6亿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郑月采访报道。2月13号，一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首都自焚，抗议中共对藏区的高压政策。自焚者伤势严重。此外，四川阿坝州近日一名藏族僧人自焚身亡。当地警方称，这名身着藏人僧侣红袍的21岁男子，在加德满都博达塔寺的附近一家餐馆把汽油倒在身上，然后点火自焚。警察和当地居民扑灭了他身上的火，并将他送去医院急救。有目击者称，在火扑灭之前，他在念诵反对中共的口号。目前这名藏人伤势严重，身份还没有确认。这是在中国境外自焚的第6位藏人。据美国之音13号的消息说，2月3号，一名37岁藏族僧侣洛桑朗杰在四川阿坝布尔盖县自焚。洛桑朗杰当场死亡，警察将尸体抬走，没有归还给家属。后来端来了一个盘子给了家属，并说这就是洛桑朗杰的骨灰。这是在中国境内第100位自焚的藏人。众多的藏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北京对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镇压，藏人认为这是北京推行的汉化统治正在侵蚀着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下纵横，下面请听中港台新闻。2月13号，本台就河南开封上访妇女宋巧稚在北京马家楼接济站被几十个当地政府派来的非保安全身衣服扒光的流氓恶性事件采访了目击者，请听本台记者田曦报道。这些目击者都是河南的访民，大年初二准备去中南海跟习近平拜年，走到府右街被警察拦截，抓到派出所。当天晚上送到马家楼接济站。12号上午10点左右，来了几十个河南地方政府派出的黑保安，把他们强行抬到车上。这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去了几十个人，开出了5个，第一个拍的是她。来的时候，他一公安没把他抬走，他吓得跑厕所里了。后来又去了好多，他们都进去厕所了。听见那个女的嗷一声，我们就给他吭声，一会儿男的也出来了，那个女的光着肚子厕所也出来了。那个女的说，他们把我的衣服扒光了，就这样光着肚子出来了。另一目击者表示，这些黑保安不听法民劝解，强行进入女厕所抓住法制，非得抓住这个女同学了。他打到厕所里，最后出来的时候吧，真的是他把他的衣服扒光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意，是不是？为啥说他要黄色心思出来了？被扒光衣服的宋巧稚随后被车号为EB32066电报车拉走。第二天，这些没被抓走的访民听说，这位30多岁的宋巧稚当天晚上被送回开封。关进开封拘留所1/5
有人。对某队长是他舅舅。他的电话。真快，我队长上次打来的电话后，让我马上联系他。在那个群众是否紧张，信息量大，请要求在公交车前等候。接下来，伊朗那些的动作，可能就是中国在经济发展。